英国的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《黄河感谣》这部电影的导演张楠。很高兴看到我的影片在这一届 Ashes of Time 华语电影节进行展映。这是一部关于我的家乡的纪录片，也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。故事的主人公张嘎怂，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民歌，在中国西北部的许多地方展开了一段关于音乐和自我的旅程。在持续变动着的生活景象中，我希望持续的仔细的去记录人们的内心感受。尽管在这部电影中，人们的生活可能与你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多不同，但我相信音乐与电影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，把我们的感受和理解联系在一起。期待你们来看这部电影。